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陈贵明。明仔载就是2月28日，今年嘛是二二八事件73周年，济济团体拢发起着拒绝亡、袂记哩啦吼，坚持反抗这个态度，并且呢有济济诉求，亲像讲呢要紧通过着国家人权委员会诶这个申诉权啦吼，另外嘛要确保着推荐专业甲多元的这个代表人权委员啊，通过着人民法。回应受迫害者的这个人道需求，另外，咱嘛讲到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工程，嘛要紧来推实吼。今年咱讲到是这个二二八73周年，另外嘞，咱嘛讲到是这个林义雄哦，这个主体内底这个血案嘛是40周年，啊嘛有侪新的发现，今日咱就要做一届来好好讨论。接着，咱邀请到四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二二八受难者林家的查某囝林丽彩。啊，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林丽彩。第二位，咱要邀请到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君凯。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大家拢真熟悉，田妈妈，田妈妈你好。平安，各位观众平安，大家好。是第三位、第四位，咱要来邀请到二二八事件，咱讲到这个真。重要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少年人嘛有咧参悟啦吼，咱讲到历史的记忆，少年人即个嘛有咧对付着，咱讲到共生青年协会理事长李淑仪，大家好，我是李淑仪。是哦，咱首先就要来请咱的这个林丽彩女士啦吼，来甲咱小解你的名是安怎来吼，甲二二八怎关系？咱讲伫哦国民政府来甲进前啦吼，你即个名是啥物？你的名是啥物？拢有伊的意义伫。啊。我的爸爸是林界，啊，伊在生的时呢，啊，我查出来伊的，有两个职业，是，伊是台北新鲜报印刷厂厂长，啊，伫阮高雄是林阿区区长，民选的区长，是，啊，阮大姊，因为阮伫迄个年代吼，阮爸爸30几岁才见到伊的查囝，是，所以因此。伊伫阮即阵是1944年出世，啊，日本时代嘛吼，所以阮爸爸就甲伊号做李应、李明、透早的，啊，佮有要拍武功，啊，佮有一挂阴影。啊，我是单儿来了后出世，所以叫做李彩。李明公彩，台湾要回归祖国。所以台湾出头天也非常光彩，啊，无疑哦，伊啊对心肝内所欢迎的这个祖国，无偌久就把伊的名提起。对啊，所以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哦，其实对二二八这个受难者来讲啦吼，本地五万吼，这个中国啊，大家讲是这个祖国啦吼，对伊有真好这个想象，但是无想到讲尾啊尾手发生着二二八事件，咱来看伤痕二二八。台湾人民用因的热情迎接因心目中的祖国官员甲军队，家人码头、台北市街拢出现侪侪人丁。不过，祖国的军队一上岸了后，台湾民众发现甲家己想的并无共款。当初是奉调来台的第70本军旗白海的形象，完全暴露伫欢迎民众的眼前。迄当时，全台宪兵勤务最高负责人、担任宪兵第四团团长的高维民，伊伫台湾光复时期的军旗这篇文章中讲到：25日接收之前，我便装到台北各地走过。发现这个地方秩序井然，现象真好，并从新职人士中得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是70军的部队实在太糟了，当时台胞普遍都骑脚踏车，譬如到邮局办事都把车停在邮局前面的车架里，那些兵一看没锁也没人看，骑着就走。那时候没有铁门，也没围墙，也有少数士兵一看屋里没人，跑进去拿东西。迄当时参与台湾信托公司筹备的陈宏源，讲到这闹时期嘛，捌讲：台湾拄仔光复的时阵，大家拢真欢喜，但是接收了后，煞予大家真失望。接收的官员真侪拢贪污，台湾人拢讲，接收那亲像是接收共款。台湾糖的大量运出。
地主倒来的糖起价。迄当时上海卖出去的台湾糖一斤130块，台湾本地煞悬到一斤107块。1946年底，大量失业的人口开始回流故乡去斗三工做事。因当时嘛带回失望甲万分。国民政府这个接收哦，人讲是这个接收啦吼，咱先带大家来看一个这个小档案。人讲这个背景，咱头先嘛讲到吼，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民军接收台湾台湾了后，因为这个地理能力哦较低落啦吼，咱就讲哦，伊个排除掉台湾人担任重要职位这个部分。啊，因为咯，咱讲伫日本时代哦，殖民统治已经让台湾入去到这个近代文明的这个社会啦吼。啊，咱就讲啊，甲过去这个。部分哦，政策观念有够侪啦吼，包含看到这個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后，侪贪污的这个事件啦吼。另外嘞，这个事件就是讲，咱2月27日时阵咧查这个私分的时阵，意外处理失当啦吼。啊，28的时阵，就伫这个行政长官公署哦，就是现主席，咱讲的行政院这个所在，咱讲哦去做一挂订正啦。但是迄当阵的公署哦，这个处长的这个军人就开始用这个枪啦吼，对这个民众来射。啊，当场咧死几啊十人，然后另外咱就讲全岛就开始来响应这个抗争暴力的这个活动，然后另外咱讲到228事件有两个无同款的这个阶段，咱讲2月28甲3月初八这个中昼的时阵，这个前八天拢是做伙来做一挂抗议，然后啊一挂这个精英的部分的和单机来做一挂谈判，然后不过3月初八甲5月15，咱看。就这个军队就来台湾来做一挂这个大屠杀这个部分，咱看到这个时间过2个月这样长了吼，影响是啥呢？就是讲哦，台湾人看到这个新统治者这个野蛮加这个顶顶的这个干巧这大部分了吼，另外嘞，军人甲警察凊彩抓人，无经过任何这个审判，当场就甲伊枪杀，也是讲暴力来处决了吼，拢是反文明的国家暴力了吼。继续，咱要请教咱的教授，其实。你有写一本册啦吼，内底有看到讲啊，本地咱讲咱在地这个精英吼，甲去单于做一挂这个交涉啦吼，啊本地有这个32条这个交涉这个处理的这个内容，尾啊吼，等到变作是这个40几条啦吼，啊，后伊变作是这个政府来暴力镇压咱人民的这个部分，咱请教授先甲咱解说一下。好，确实是安尼啦，就是讲咱即马对迄、那个。1947年3月即个报纸，啊，加即官方的档案，啊，安尼来比对伊的资料以后，发现到，其实伫1947年的3月啊初六迄天，甲尾阿妈伫迄个处理委员会开会的时，总共应该干呐22条尔。是。好，啊，即22条，啊，我袂阁收两个即个团体的即个意见，哈，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台湾民主联盟，啊，一个是台湾政治建设协会，这两个提案，啊，加起来内底有诶哈，同款诶，伊就算作本地就有诶，就放诶内底，其他加出来放诶这三本来22个后壁，变作23至28，是，啊，啊23至28内底，所以你当会使对诶出来，啊啊，其中伊有一个什么政务局，一个这本来这是蒋渭川。伊迄边诶，对政治建设协会遐提案诶嘛，吼，所以拢对诶出来。所以甲真正甲3月初7迄天开会，真正伫会场中啊去提案诶，是落尾去4条啦，就29至32。是，这已经会使比对甲足清楚啊。嗯嗯嗯。而且吼，咱即马看诶32条诶第一条就是啊要制定这地方诶即个基本诶主题诶基本法嘛。是。啊，这其实迄阵主持这个会议的，尤其是主持这个32条的这个提案的内底，上重要一个人叫王天丁哈。嗯。伊伫日本时代，伊就咧主张讲，伊甚至认为讲一个所在一个市街镇哈，拢爱制定市街镇的宪法同款的物啊。所以伊伫日本时代就是安尼主张的人。嗯。所以当然伫战后脑筋才清楚，伊哪有可能讲伫这個。制定新主题法进程也阁有8条，无可能嘛。嗯嗯嗯结果后尾伫3月初8早起的报纸看到讲，奇怪，啊，伫头前也阁有其他的条文出来啊。嗯。什么对对目前的处理，根本的处理，啊，这军事方面有3条，安尼用这个方式安尼来看咧，啊，怎变作
甲大家即个用较乱去讲，哎，到底伊个究竟伊个内容是几条安尼？哈，啊，结果甲四月初十，迄跨完分迄个警备总部的即个参谋长出来开记者会讲，啊，一般讲三十二条唔对，应该是四十二条。是，所以四十二条即阵才第一遍出现咯。嗯，一个月后。即、這个民俗才第一遍出现嘛，是啊，三十二条伫三月初八早起的人民都无都有啊，啊，所以事实上就是讲，因为伊三月初五，伊就甲兵派出来啊，嗯，啊，结果恁的这提出的要予单于做政治改革的条文，拢这么安全吼，安尼哪有法度用军队来甲你顶啊？是，所以一定爱予你讲，啊，你要解读国军的武装啦，吼，啊，你要撤销警备总部啦，你要做这个代志，所以阮不得已才要甲你。家己真定案嘛，嗯，好，这就是伫中国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手段内底哈，就是先把军队派出来，是，但是我一定要有一个迄、那个理由哈，正当的理由，嗯、我才会使家己下动手嘛。有、嗯、影，哎、就是，所以咱看到吼，这个二八事件内底头拄仔在教授讲的吼，三十二条还是讲几条这个部分吼，尾也变四十二条，啊，会出现伫咧咱讲的台湾新生报内底啦吼，啊，变作成做国民党政府以这个武力镇压这个。主席的这个部分啊，伊当去做依准的这个部分啊，对台湾人吼来讲，其实是三十多年来尾啊，就是做戒严这个部分啊，吼，啊，咱等下嘛请这个田妈妈来甲咱讲一下吼，就是讲你头拄仔讲到二十八事件，你可能无印象，但是伊当阵你五年啊，是我拄啊国民学校头都四年，升起了五年嘛，嗯，我1934，啊，我年尾啊，囝算是八岁入学，是。啊，知影，阮哥哥读台南一中，嗯，啊，转来就拢讲，哦，老师向一个因台南一中的老师有方抓去嘛，啊，什么人安那样，什么人安那样，是，啊，阮拢唔知影，啊，拢袂使问啊，大人在讲的拢袂使问，嗯，啊，惊囡仔人学袂讲啊，是，啊，当大人在讲的，啊，咱敢那知影讲很恐怖，很恐怖，嗯，是啥物代志安尼，啊，到尾啊，我去读初中的当时。就是家一个医生因租厝伫新化，我读新化初中，你再看看伊，啊，读附近的新化初中，我伫山上，结果迄个医生的妈妈是伫做助产士，啊，有真侪 information 一直入来，啊，伊就讲啊，什么人个，因囝的同学，哎，什么什么安尼红了去，啊，敢那知真恐怖，真恐怖，啊，唔知影什么代志发生，啊，是到尾啊来，较知影讲，哦，原来就是。哦，转倒的这个状况，哎，转倒的安尼，还是到尾啊不行啦，唔知行啊不行，啊，计予陈医师，嗯，啊，伊伫阮山上，甲咱两个医生嘛，是，啊，伊吼就感觉讲伫迄个，哎呀，太平洋战争了，伊爱转来台湾，因还佫有一个老母，无转来袂使进，所以伊阵若转来，莫转来就顶早做倒啊，在日本是较好过日，啊，转来恁去新罗命，看到。因咧也无审判就病啊病安尼啊，所以伊嘛教人去台南市参加汤德章，迄个是医师啊律师，律师，伊是娶美国某，啊伊嘛伫遐起义要去参加，后来伊讲你袂使你姑囝，阮头家是姑囝，啊佫是曾玲甲咱两个医生，一个妇产科，啊你是伊是差不多小。诶、欸，内二科啦，啊，搁一出来外科，反正伫增加着中包班。是，硬叫人家啊，等于阮山上乡。嗯。若无，阮头家嘛是变做228的牺牲者啦。嗯。啊，所以吼，伊亲身两蕊目睭金金看着所讲的祖国。嗯。我会记哩，阮细汉是有牙旗啊。是。啊，去神话呀，讲要迎接啦，要去迎接国军啦。嗯。啊，笑讲乌江东是表欢迎，都唔知意思，乌白就啊，举一支迄个青天白日吼，敢那知有迄个印象俩。啊，回归祖国，阮爸爸因细汉有捞过迄个棉被啊，清朝时代嘛。啊，所以因嘛，咱台湾人较老的人，拢感觉回归祖国是足欢喜的代志。嗯。啊，阮头家虽然伫日本读医生，住日本12年。伊是无抱到遐尼大个期望，不过伊亲身看到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的无差别的扫射，是大人囡仔吼，人讲冤有坐头，有迄落什么有主啊？嗯，坐有主。无人讲大腹肚的囡仔拢爽爽扫射。嗯，我一个亲戚查某孙仔的大官在卖药头啊，是啊，伫咱高雄药师司令部。平民节啊，就按迄个高雄的
火车头落来，啊，搁落来这边，再按机关键，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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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伊讲迄落扫射，迄落人的火喷去你到壁外悬，迄土家的火是安尼几寸的楼。是。伊敢讲吼，伊那后过死去，去到阎罗王遐，特别控告国民党政府这样苛哦，连大巴肚拢断啦，连囡仔老人拢总拢断。啊，我是听因讲了，已经够恐怖。啊，阮头家是亲身有去台南参加，唐德忠律师因的迄个，因叫做义勇军啦，义勇军啦。哎，你时阵来参加的拢少年人，差不多拢是迄阵咱。中二是四年制吧，唔是像即马初中三年、高中人，迄阵是读四年就会当考大学。啊，所以阵真济拢是差不多迄个特别考大学，以前遐少年囡仔来参加，所以到尾啊，咱台湾人的迄个精英那会断层吼，会做浪一空遐大空，就是去用凊彩遐尔济，嘿啊。啊，所以阮头家是亲身看着，啊，我是听人讲的，就有够恐怖。是。嘿啊，啊，我听阮。到尾来伫民权东路开业的当时，遐病人甲阮讲，民权东路66巷遐口啊有一个叫 Stone House。到尾啊，迄个美军啊，活人占清拢在伫遐在休困的。是。甲讲迄个打头前吼，拢若掠着人，啊就叫你跪落去。就伫遐枪杀。啊，现伫遐枪毙哦。啊，若下晡时啊，就来甲恁弄门，讲恁家有歹人无？有歹人无？有歹人无？啊，即马甲开起来，无开嘛袂使，啊要开嘛袂使。开起来，内面啊，迄个大条的迄个浴巾啦，洗身躯浴巾，拢甲你摕摕去，安那土味烧香啦。真正吼，啊，所以阮细汉，甲咱爸爸甲阮讲，迄阵日本时代在空心吼，台东啊战争，在太平洋战争的当时，伊拢讲，迄个军队拢有分开嘛，啊，住伫迄个乡下，唔敢做一个，惊那炸弹来吼。规个营区都无。啊，伊拢讲，爸爸因拢甲阮讲，讲恁来暗时行迄个暗路。那家己会惊哦，看到日本兵就爱去让日本兵保护。到尾那所谓的祖国回来了，阮爸爸因拢甲阮讲，恁暗时啊唔忙出去。啊，若万一来看到中国兵啊，爱紧较紧走，唔好紧话。啊，敢若知影即个恐怖的情形啦。所以就看到讲日本迄种咱过去做殖民地啦吼，国民政府来台湾接收了这种无同款的这个情形啦吼。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去年自这个1999年。1992年，然后行政院这个228事件这个调查报告啦，头拄啊这个天妈妈嘛讲到吼，死亡的这个情形真正是真使人惊吓，然后啊头一部分这个官方的这个报告，伊讲吼，这个死亡人数大概是18000至28000的这样子啦吼，啊，迄当阵讲到这个蒋介石这个欠点吼，可能讲吼伊有这个失差啦吼，另外咧啊可能讲伊有这个考虑无周全的这个所在，但是咧。咱看到1994年出版的这个普及版本的这个调查报告吼，啊，这有诶物件拢去用汰汰掉了吼。另外，咱看到2006年这个部分吼，228事件纪念基金会伊讲事件这个责任归属这个研究报告内底了吼，伊就讲明确就指出蒋介石是这个事件这个凶手了吼。伊认为讲蒋介石迄当阵派着国民革命军哦第21师这个师长。这个刘虎卿哦，这个带兵啦吼，来做一寡这个镇压这个部分，爱做出上大的这个责任啦吼。啊，欠点嘛是讲哦，啊，注重责任的这个厘清啦吼，对事件背景这个分析较薄啦吼，啊，对受难者家属这个疼啦吼嘛较欠缺。啊，2020年228事件这个基金纪念会哦。嘛，要伫3月7日有一份这个新的转型正义的这个报告，然后，另外，咱就期待讲3月7日这个报告，到头来这个出来，予大家看到了吼。另外，咱要来讲到，咱讲这个少年辈，咱讲到袂使袂记哩这个记忆，然后伤痛的记忆，啊坚持来做一挂反抗吼。所以，咱少年辈嘛有准备着真侪这个物件吼，来讲，譬如讲吼，伫咧228即天，特别伫开刀头前啊吼。为遮牺牲的这个受难者啦吼，来做一挂音乐会啦。咱先请这个书记来甲咱小解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共生青年协会理事长。啊，阮协会上主要的工作就是推设共生音乐节。啊，这个音乐节呢，阮已经举办第8届啊。伫遮先爱心甲各位以前斗沙工过。
哦，赞助咱的前辈啊，还是社会人士，说一个多谢哦。咱这音乐节吼，每一年拢是招大学生来举办，啊，阮每一年拢爱四个总集来举办的，就是讲是一个家己去募款啊，办好一般的人拢会使来参与的一个活动安尼。好啊，阮今年的活动的纪念的主题是不陌生，就是讲生活伫台湾的所有的人，对台湾的所有发生的议题，拢真关心，会来讨论。咱希望伫咧民主社会下骹，会使尽量的表达家己的意见。嗯哼，这是阮举办共生音乐节上重要一个角色的功能，就是讲。不断的达成社会沟通加交换意见。就是这回嘛是要追溯到这个民主运动牺牲的前辈，然后咱讲传承到台湾的历史基地的，咱等下就搁请教咱的书记啊，继续咱要搁来请教咱的这个李彩如书了哈，就是讲咱。头拄啊有小解过这个爸爸这个历史啦吼，就是讲伊当阵伫台北这个台湾新生报这个做厂长，啊伫高雄林阿寮区做这个区长，然后伊当阵民选的这个部分，啊伊当阵是要解决掉迄当阵哦有一个事件啦吼，就是讲啊伊要去做一挂谈判，但是颠倒是去用枪杀啦吼，啊枪杀了，伊当阵你才14个月尔，啊你当阵国考三年的时阵头一摆听到228。是这个妈妈要过身的时阵，第二摆搁听到228事件，是你国考5年的时阵，叫老师叫去啊，你就是228事件的这个家属是不是？伊甲你问话，啊尾啊，你甲45岁才认真去对查讲这个事件对你的影响，还是对爸爸啊对的厝内的影响是啥物？甲咱说明一下。我是1987年在南洋陈英兴，因李姓乡因提起了啊突破。迄、那个国民党禁区吼，228禁区40年。我迄个时阵唔知影啥物是228，只有听到228。但是并无了解228是啥物。但是我就安怎因若听到228这三字，我暗时啊就无遐多通去困。困袂去啦吼。困袂去，就安尼吃破病啊。一直到丢毒，我有那丢毒过下。几啊年吼，到1990年，我开始咧去高雄找阮四叔啊，去阮四叔啊，号做林官，老官的官，我去找阮四叔，阮四叔啊，较从头至尾啊讲互我听，但是迄是伊个人对阮爸爸的迄个观点，并无全体，我豆豆啊去迄个个了解了后，较发觉讲。3月初5，黄仲道因有带一批人要去哩山顶甲平民节谈判，但是平民节伊甲因赶落来，因无要接受。但3月初5迄一批内底并无阮爸爸。3月初6，3月初5暗还是3月初6，再我唔知啦吼。是阮阿公甲阮开迄、那个。家庭会议，阮阿公、阮阿叔、阮阿伯，因拢甲阮爸爸讲，外口阿门内，危险危险，你莫出去。是。阮爸爸就甲伊讲，就是外口，我遮个市，区民有危险。是。我做区长，袂使讲无。袂使。外口危险，我都唔去。所以伊有做阮阿公的迄个苦劝。是。伊3月初6去到市府，甲黄仲道市长因做伙去哩山顶甲平民节谈判。但是平民节，伊咱有一句话讲：秀才遇到兵，有理讲袂清。咱即50年日本统治的时阵，咱台湾已经不知不觉。建立一个日法治的社会，所以若有啥物代志，咱坐落来讲，较平较静。咱坐落来讲，咱讲你讲啥，我讲啥，咱找一个较悬会当同意的所在来。这就是咱去当时遐的228的受难者，因的观念。
但是无如果讲引起的时阵，随靠阿。嗯。恁连讲都无要和你讲。是。迄日下昼十二点左右，因就听伊讲湿湿啊雨，派三台拖拉机，电管啊，机关枪，像咱昨天妈妈安尼讲的，毫无差别，安尼拢沿路直直下落来。一抓一抓对市政府，一抓对迄个油枪迄边遐，啊一抓对迄个袂，反正三路吼。几大吼？啊，但是来到这个市政府的时阵吼，有一个黄处议员，伊因为迄几日三月七日都派代表去伫山顶嘛，啊遐大家。事先拢积伫高雄市政府内底咧等消息。嗯。啊，迄个黄处内底足侪人，看到迄个兵来的时阵，伊就甲内底的人安搭，唔免惊，唔免惊。嗯。伊对落底啊，摕出一条遮大条的手巾啊，古早迄新书人拢有一条手巾。伊讲这条白手巾啊，若出去无代志。结果无想着讲。伊安尼门开开，哒哒哒哒哒哒，就几个来啊。嗯。包括柯作基博士讲，伊咧采访的时阵，有一个姓陈的士官兵，伊讲看到遐红光河内底，伊嘛是手榴弹啊，摕开总甲弹入去。是。看到爱河遐下骹有遐瀑水瀑啊，伊知影遐有人，伊嘛手榴弹摕着就甲弹入去。是。所以这就是这种野蛮无受。纪律的土匪军来到台湾，对于咱台湾造成一种巨大的损伤。是，所以咱讲到这个部分，然后其实这个爸爸这个受难了后，其实厝内底才是这个灾难的开始，然后就是讲，迄当阵妈妈暗时搁去找爸爸的这个尸体到底是倒位吼，这段这个故事嘛是真使人心疼了吼。哎呦，我妈妈迄个时阵，我才讲一讲两岁啦，做我的囡仔，唔知影啊，将我甲囥互阮，到底是囥互阮阿婶，还是囥互阮阿姆姑，我唔知。啊，我母啊，透早就去找人来报，讲伫山顶，还是伫海边啊，啊，伊拢请土工啊，吼，啊，我摕一支竹篙啊，长竹啊啦。啊，长长啊，阮爸爸的衫，摕咧，啊去啊，养，去阴魂。嗯。啊，就四界拢阴无魂。嗯。等伊回来的时阵，接到我的时哦，这个囡仔烧甲，唔知要安怎讲，也出病啊，都已经送病院。嗯。所以我急救回来的，这条命是已经留落来，但是。有一寡遐后遗症吼，像目睭，我较早脱汤，古早的人有知影我脱汤，迄会当用医学吼来矫正。啊，我耳仔小甲臭耳啦，我会当用助听器来矫治。但是我这个手，等肺炎所留落来的，迄个叫支气管扩张症，我着。从咱扫七十三年，甲真久啊，甲咧苦苦扫。嗯，这是二二八代啦，带来给我的切身病痛。是，我已经有七十三年苦苦扫的历史。嗯，他做这理财路数吼，甲咱分享着这个爸爸去当阵这个经过这个过程，然后啊，个妈妈因为安尼吼，无这个无适宜啦吼，来去过往去啦吼，啊，咱搁带大家。来看一届，就是讲咱讲的这个高雄三六屠杀的这个开始，甲这个尾手啦吼。咱讲二八事件爆发了后，全台的处心啦吼，济济人咱讲组成这个义勇军啦吼，开始响应啦吼。咱讲三月初三的这个部分啦吼，这个影响都来到这个高雄吼，人民来啊抗暴啦吼。还当阵这个高雄中学啊，个乡乡个个乡路，遮个人啦吼，遮个学生囡仔拢组成着这个自卫队啦吼，来维持着这个治安。啊，咱讲到这个三月初七啦吼。这个三月初六开始吼，就有这个镇压的这部分吼。啊，咱讲到这个镇压结束了后，这个头拄仔咱讲的这个姓平的平民志吼，才甲这个
姓黄的这个黄仲道啦吼，啊，顶顶的人这个放出来，但是这个爸爸就是伫三月二三即天去用这个枪杀的这个部分，嗯、啊，三月二咱看到这保密局内部这个报告书内底有伊讲吼，伫市府内底四个人有五十外个人吼，市府外四个有七十外个人，啊，伫车头四个各有这个七十外个人吼，拢拢总总加起来吼超过这个百个人啦吼。另外咧，咱讲到其实。这个是高雄这个部分啊，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咱讲的，伫台中嘛有一个二七部队啦吼，另外一个名嘛是号做一个台湾民主联军啦吼，啊，迄当阵就是台中这个所在吼，一直拍到咱这南投才去啦吼，所以咱先来看讲二七部队武装台中，咱先做来看。二二八事件中最激烈乌人之夜就此展开。甲郭作文去二月潭嘛吼，拍了伊转来，我这边面调局这边这队第一线，第二线就是这边庙这这边这第二线，也是第二线，底下差不多有十个伫咧，我才二十外个。那边位大较近大中边遐遐，遐是黄金岛啊，啊要入去吃着，叫我这边是我。啊，我过这边啊咧，啊，啊，啊，你在下第七点开始伫拍，看着来伫拍拍拍。在呢吼，二十一师五点外迄阵转来啊，真早，过来讲啦吼，啊，因伫这边的人啊吼，看到啦，看到二十一师砰拍响，甲讲讲二十一师来啊。我知影，因的声音叽叽嘎嘎，叽叽嘎嘎，一来只要控对面，所以讲我伫面顶手段等落，等三粒就跳到 OK 啊！因国民党二十一组真死袂少，我开始才倒去武德殿，我才甲郭主任讲，郭主任那时嘛问问了无，内底除了我，倒我剩十外个尔，我甲讲。电线在拍，反正无恁阿咁掂啊，因为伊讲有派救兵啊吼，坐卡车去也有啦。我有看啊，但是看在拍的时阵，因有卡车有来，啊，卡车迄边拍机关枪，叭叭叭叭，惊啥吼？卡车吼，塞去狗仔底，啊，大龙走了了。二七部队对抗二十一师。本来咧，就是老百姓对抗正规军，装备、人力拢不成比例。正甲中道的时阵，二十一师佫一支部队咧，伊沿着这条五起街的山路，前后夹攻二七部队。二七部队终于咧无力可回天，彻底崩盘。这个事件吼，都是在咱讲的这个二七部队，然后咱继续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吼，这个咱讲二七部队伫这回这个民军啊吼，来对抗这个国民政府，伊代表什么意义？然后伊是咱讲，敢那是台湾这个唯一的一支吗？其实不止啦，是，因为有用武力咧对抗的哈，是，也佮有家己，家己的追上，是，啊，所以，但是。伊这主要是安尼，就是头前讲军纪无好嘛。嗯嗯嗯。啊，中国军队的军纪其实伫中国大中国大陆都足无好诶。是。啊，所以伊本地伊来到台湾派来遮诶，即马伫档案内看到，就是讲，毋是头前影片内底讲伊个宪兵第四团的团长郭维明，伊讲军纪无好尔，毋、是迄阵其实有拍电报讲爱注意第七十军的。军纪不好，迄阵都已经有遮个资料啦，啊，但是问题就是讲，台湾伫日本时代受到即个日本的即个统治的进行，其实对即个军人哈，军人伊基本上伫台湾的军人是就符合真正符合军纪的即个要求的。但是安尼马上去见到中国遮个军队哈，其实当然就是足不满的，就是二二八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嘛。所以后尾伫你看这伫迄个二二八发生的代志内底，就是讲你要去查这个分的这个人本身都有诈枪，无代无志都开枪，是。所以唔那是讲迄个要查这个私分的人是安尼哦，
军队要出去买菜买啥物，伊嘛早穿。嗯，好，所以你若讲，哎、欸，你爱立钱啊，你袂使讲干那摕就走，伊就开枪。是，所以即落情形真济诶之下，所以民众有诶无信任讲。啊你也用这个啊新书的方式去甲伊谈判，啊，伊就甲你开枪，甲你扫射嘛。其实家己会做迄个代志嘛，是讲因为因用炮去拍家己市区，嗯，所以家己这个学生甲这个啊民众这个合力来甲伊啊去按摩逼，嗯，好。那台中嘛是差不多有这个情形，其实新竹遐嘛有，但是讲主要是较武力的啊武装抵抗的。是台中甲嘉义是较大条啦吼，即个啊，所以我基本上生存权吼，即个生命的保障是一个现代国家上重要的一个人权的即个保障的一个条目嘛吼。啊，咱就是讲，你伫生命受到威胁的时阵，你也来甲抵抗。啊，这是恐怖，这不是讲你要提用武力去冲，要抢劫，要冲啥？你是为着要保护家己嘛？嗯。所以其实日式部队也好，啊，家己最上的这个啊学生军加这民众的这個联军也好，这其实拢是这个原因尔啦。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到这个二二八事件这个部分，咱看到吼，济咱台湾有真济人来做一寡这个抗议，然后但是讲73冬过去啊，咱台湾吼安怎来去看待这件代志？另外，咱讲到。另外一个228是发生一个40冬节哈，咱讲林义雄这个血，这个主体内底这个血案，然后咱先带大家来看讲，这个部分是到底安怎发生的。发生在40年前的228迄天，将民进党主席美丽岛事件被告林义雄，伊的母亲甲上细仔查某囝拢伫林家血案中身亡，只有大汉查某囝也活着，震惊社会。案件到即马犹原无法度破案。林家即马转回基公教会，邱转会17公布林家血案调查报告，发现命案发生的前几年，调查局甲政治单位已经对林家监控甲监听，也批评进程兼警调对专案的追查只是做样而已。当年国家在整个调查的过程里头，事实上不但没有好好的给他真相，事实上在调查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说他们不配合调查真相，不愿意合作，导致事实真相无法揭露，妨碍了侦查。我想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伤害。调查报告前回，专案小组既无任何合理根据，都设定是动画证书，还是国际疫苗分子犯案，所以锁定澳洲学者加普是嫌疑犯。报告也阁认为，规个血案除了政治单位有进行监控，也阁有录到凶手声音的监听带，却去互销毁。也认为专案小组调故意避开国家涉嫌犯案本案的可能性。案发之后，拨云专案的人员不能够往国家是否涉嫌的这个方向去调查。这三个理由加起来，让我们认为威权统治当局涉入本案的嫌疑是不能够排除的。不管是档案的解密，或是对已解密档案的更开放，都可以是未来国安局的这个检讨之后让大家看到的方向哦。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让这些档案更加的便利社会使用。因为国安局认定这份机密档案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原因政治档案条例限制要到2030年才能开放。此外，邱传辉表示，调查过程中也想要访问林义雄，但林义雄表示不愿意再说这件事情，只能在完成报告后转交给林义雄的助拿基金会。对邱传辉上新调查报告，林义雄和他的秘书暂时没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咱讲林家血案哦，到今已经40周年，吼，咱先请这个天妈妈哦，甲咱补充一下，头拄讲228的这事件，个人补充一下，啊，等下讲到林家。真实嘞，头拄啊哦，啊，上紧张无讲到，因为我有参加中华登山队甲台北市登山队，逐礼拜拢爬山，啊，有迄个住伫迄个北迄个咱迄个要安怎北门迄个城门边啊，遐在开迄个干妈店的人姓王，甲阮讲讲。伊就看到真侪学生走去伫车头边啊，遐有一个分草局嘛，啊，去伫遐要抗议啦，啊，因拢唔开大门，所以学生就爬墙啊去哩，啊，因按内面卜，佮坐着佮卜，用枪甲伊弹，啊，落来，啊，到尾因就甲讲啊，阮遮吼无管理啦，咱来去迄个啊，做美国大山 USIS 边啊，迄个正，迄个 headquarter 有啊，迄个正的分草局遐，来遐讲。所以讲有看到这个王先生，讲看到咱台湾人的好心的人，拖迄个李阿卡去捡遐学生囡仔，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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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剩那个我，因家讲起来坐这个日部啊车，我载恁来去迄个分草局遐，迄个总局遐来甲因讲，甲因交涉安尼。即摆因大家拢都爬起哩，咱少年人嘛，就想讲你叫我坐车，我就坐车爬起哩。到尾，甲迄个兵啊，等后壁一个按，迄个日部啊，一个，啵啵啵啵啵啵，啊，伊即摆要甲断，囡仔就跳落来，啵。啵啵啵啵，啊！规只规条街啊，拢囡仔在甲规个。迄个人甲我讲哦，伊来死去到入落学遐嘛要旷课。啊，所以伊一个学生哦，毋知读对一间校真优秀的人，到尾去美国，伊就讲啊，国民党政府这么可恶，这么无人性，禽兽不如。去到美国了，煞参加共产党。伊想讲国民党无好在，哎，迄个爸爸咧气甲讲，害伊失去一个囝安尼生哦。啊，所以我就是要讲像这个故事，你敢若安尼听着你的，足乎你个感觉讲真正足唔甘的义愤。啊，所以即马佫刷落去要讲迄个林家惨案。因为是天桥前我当查某囝做林义雄律师的助理，是新议员的助理。啊，就是。妈妈嘛准备着一张相片。就是法庭的当时，林太太嘛无想要去，因为袂当见到人嘛。还是调查庭尔无公开，啊，到尾律师是讲来啦，人别人的太太拢有去，彭素敏也无去，林如荣律师的廖准是啥物代志？到尾打电话过去，若无连彭素敏伊嘛会互格杀勿论的利用。啊，所以到尾一道食调查庭了，讲啊，到尾去爱一道，啊，要去调查，爱讲要安怎？啊！迄个林太太就打电话转来，迄两个双胞胎，佮有出来佮答应吼，讲妈妈我伫遮。迄两个双生，足有一个习惯啦，拢足爱出去因的外口迄个铁，迄个墙围啊，外口的门外遐耍嘛。到尾啊，调查停了，讲要歇下昼，要食饭，简单食一个饭。林太太佮打电话转，无人接，啊！伊就足烦恼，讲啊，这两个囡仔毋知是伫外口呢。啊！你知影，咱的人就感觉啊，迄个查某人讲无代志啦，无正正。不过林太太感觉愈想愈烦恼咧，讲咱拢无来听电话，搭摕钥匙互手进，讲陈小姐，你等于甲看迄囡仔是安怎，奈无出来听电话。是。结果手进就转去了。才发现。是摕钥匙哦。啊！伊阁无钱通坐计程车，所以。专车等于到我做事困入去，厝内面拢点，到下早啊，伊前天晚上去陪林太太伫遐住，甲迄小医生哦，啊住遐住一暝，下早要出去，甲即马等下拢无发生啥物代志啊。啊，伊想讲哦，啊，他拄啊甲律师伫遐食迄个饭哦，食迄个中国菜，话要嫌是胃痛。伊讲莫待遮济喏，来迄个来昨甲彭素敏律师困迄个林太太遐来拍一下。门开去，才看到林婉珍趴伫遐，趴伫安尼一半伫门床，一脚伫下底趴安尼 L 型趴掉的。阿姨才甲问讲：“婉珍，你食饱无？”伊讲：“阿姨，你不要动我，我很痛。”啊，手真想讲：“你敢是伫学校跋倒生，甲人耍了跋倒老血，也无老血，也无安那。”佮甲讲：“婉珍，你吃饭了没有？”伊讲：“阿姨，不要动，小偷进来用刀打我，安尼啦。”啊！手前甲看卖，讲哦，啊，原来是用迄刀啊剁落吼，安尼坐，安尼迄个碰碎啥，啊，拢无流到一滴血哦。原来伊的血拢伫迄个胸腔内面嘛，内出血嘛。啊，所以到尾啊，才敲电话转来，才伫遐伊甲送去迄个仁爱医院啦。啊，我接了电话，才去甲看，啊，甲看已经奄奄一息，拢无血色，倒伫个血色。是。啊，有人在甲问讲啊，小妹妹那个人是不是修理电视的修理什么？伊拢讲不是。啊，伊今日声做细声，我足烦恼，我足惊伊断开。啊，都跪伫迄个伊的脚尾底下在祈祷。啊，到尾啊，迄个安全人员，哎，我一定是调查人员，站起来讲，小妹妹，你看那个叔叔吼，有没有像我这么高？差不多几岁？伊讲差不多20到30。伊讲有没有像我这么高？啊，反正早昏去啊！啊，我认准是死去啊！我哀个足大声，所以因遐病院做甲杀去，要开刀，在底下要家开刀啦。啊，迄个开刀嘛是有一点神机啦，本地迄个仁爱医院没有胸腔的专门外科呢。啊，好佳哉！安台大多一个医生去吼，佫是教徒教长老教会的迄个教导，
啊，大家伫遐开刀的中间，到尾啊，咱大家想讲，唔过来台大啊，找找一个黄芳燕医师，来甲伊麻醉医师台大找伊的同学去找一个台大医生要甲带伊来，因一个外口的人，迄个伫埔仔头的迄个顾咧讲，少爷。黄芳燕的同学，爸爸那时候那情治单位人讲：“少爷，你管这个干什么？”伊讲：“我不能见死不救。”伊讲：“你卖管好啦。”啊，到尾就差不多手术差不多啊，所以伊嘛无咱入去，无要互咱救哦。我苦我，你知影无？因为太医的医生跟我讲讲：“田太太，我跟你讲吼，真做阮足认真解救吼，实在是足无可能救的我，因为照 X 光起来，迄个血哦，细胞拢破去，啊，拢积血啊，啊，咱那血细胞若破裂就不能呼吸啊。伊讲足无可能救的我，唔过阮会 do my best， 我会尽量救。啊，好佳哉，天佑人家不该绝后，就救了焕军起来安尼先。啊，到尾来要安怎？啊，佫剩两个双生仔囝要安怎？手真有甘问我讲阿妈咧，阿妹妹咧，伊讲我不知道，我好像幻君头一个手真甘问伊，当伊讲看到阿妈无，伊讲阿妈好像在地下室叫我，安尼，因为林美芳律师讲掠去了，因太太都死透咯，啊，就拢无收入嘛，哎，阿妈看在眼里，总是要日子要过啊，所以阿妈。拜文主公了，又下完，伊三十一岁就酒馆嘛。啊，伊讲伊那囡仔大汉了，伊要还愿吼，啊，伊就去文主公了，啊，去公司在讲拼内面，你正好新议员的妈妈拼内面啊。啊，所以唔单讲阿妈也无提出呢，啊，恁太太作反对。妈妈去讲拼内面，不过妈妈感觉讲无安尼，就一点一毛钱收入也没有。是，咱都讲到这个1979年这个美丽岛事件了啦，1980年就是228这天啦吼，就是发生这个林家血案啦吼。那无美丽岛事件，就无林家惨案啦。有影，所以嘛是这个咱讲到这个228事件了，这白色恐怖。所以昨晚弄我伫遮要替林明律师讲一句话，林美丽岛伫高雄有代志的当时是坑林上。迄阵做立法院嘛吼，打电话来招林律师讲也害了，伊是做律师啊，讲会害甲发生代志，咱来去，哎，佫是按律师遐借钱出来坐计程车拼落去高雄的呢。哎，去高雄林义勇律师足细致、足小心的，伊是独孤囝嘛，所以伊徛起哩台，伊敢若鞠躬尔呢，连讲啊一句话都无呢，安尼伊就讲伊是要叛乱。起有处理嘛，咱若无美丽岛事件，就无林家惨案啦。啊，咱讲嘿，这个促转会啦吼，其实伫这个40档啦吼，咱看到这个新闻这个报告，然后伊讲显示到迄当中维权这个通知的这个当局有这个涉嫌这个部分吼，咱请教授吼，教授嘛看过这份档案内底这个部分。是，这个报告吼，咱啊照较公平来看，就是讲其实。真相也无法度对这个报告内底会当来显出来。是，白准讲，杀人台的啊，杀人下手啊，杀人指示，这个部分呢，是这个事件的真相，那是安尼。其实过去咱大家推测就是讲啊，你伊的林义雄因兜的附近啊，拢有这个啊。弄有这個人伫遐咧监视嘛，24小时，对啊，啊，大都用这个推论，就是讲，啊，你过去伊监视这么严密的时阵，那有可能有人会入去监台人，所以当然过去拢推测就是讲，定时哈，这国家暴力是政府做的啦，是，啊，基本的这个报告，等于讲这个报告就是会当证明一项代志，伊无法度证明真相是啥物。但是伊证明一个，就是过去这个推论是合理的，是，好，就是讲，到即阵国安局还阁无要甲这个档案哈开放，啊，伊因为讲用国家安全的问题，啊，国家安全的问题，这项就足机巧的啊，就是讲，是啥物人咧做？你若讲，你莫讲的是党外人士哦，不管林义雄，所以伊做。啊，这跟国家安全有啥物关系？啊，无都蔡总统做的，伊嘛唔是党外咧，伊迄阵嘛唔是党外。是。啊，所以你讲跟国家安全有啥物问题，就是基本上你间接证实
国家其实参不着这项代志。嗯，好。啊，其实咱即马来反倒转下来看，就是其实国民党政权伫中国大陆的时阵，暗杀是伊枪在你做的方式。是。好，那咱讲威权统治，你统治者是不是？这会当讲是蒋经国下令哈，这无一定，因为是安怎？政治单位本身伊家己都有家己运作的方式。所以因后尾因有一个专栏啊，要查这讲啊半分专栏啊，有这专栏要讲啊，因讲可能是国际阴谋分子伊党外人士都伊用这个方式是要啥？害人啊，怕人化救人，做出来啊化掠贼。是，因就是要讲我利用这个方式，所以伊后尾去大量的去查讲是这个党外人士吼，可能因有可能要做，因可能做这样代志。其实伊是利用这个借口去做，我今嘛要清查所有的党外人士。所以啊，照安尼看，国家暴力、国家做的可能性，真高，更加大。是啦，所以咱无法度甲这，咱做一个譬如，就是讲，真相利用一个黑色的玻璃甲盖的。嗯，咱今嘛会当证实，唔是真相是啥物？那是讲，这个玻璃是黑色的。咱证实，嘿，咱证明这项代志。是啦，啊，你要保护啥人？是啦，我讲。用脚头想也知啦，那党外人士要提家己党外人士，我听高中的无输因底下有一个叫贾伯，住伫即卖七合宫，那阵是国际学社嘛，啊，叫胡翠秋，那小文先生胡翠秋啊，贾伯，因为阮在做营救迄个政治犯的，按日本的营救政治在救政治犯的组织，打电话来在甲讲啊，在关心林奇雄因妈妈的代志，看因今仔日因前一天去探家的代志安那样，安尼说，啊伊讲阿妈干那直直哭，直直哭，伊甲讲阮是关心恁的人，你甲我讲林奇雄就算妈妈干那讲一句，阮囝冤枉的，阮囝互拍甲足厉害，因为到尾啊，伊互报出来代志发生了，互报出来去伫王永庆先生的迄个病院入面，阮去甲看吼。伊个面拢红红安尼，安尼出迄个粉，安尼出到规个面，啊，拢点迄个药白药，搁一点一点。啊，伊拢有人在录音嘛，看咱我去看哩，甲伊讲啥物，我甲阮头家听哩说，啊，伊拢有在写嘛。我讲林律师，你是安那，你个面哪安尼？伊讲我过敏。我想讲，阮查某囝甲你食你个头路过来呢，啊，伊囡仔拢伫阮家看病，啊，常常来，林玉红律师无爱讲个，啊，伊常常来。啊，我哪唔知你有过敏，所以隔日我就随。回来那一步我就是走去他的帕多纳，就是林政那个张正雄律师，在那个马街对面那个民生当中有一个那个 Royal 那个 Office 律师事务所，我去跟他问讲张律师那个林勇律师的面安尼处啊安尼规个，我跟他问伊讲过敏，伊甲应一句讲啊我甲伊做伙遮久，奈唔知伊有过敏，安尼答案就是出来啊嘛，啊所以我讲因安尼讲形形甲我甲你讲哦。您大家爱主持公道，林勇律师叫我报出来，当时唔敢甲讲发生代志，就讲要甲骗，讲要检查身体。当然是魏廷草因弟弟告林勇律师，啊，手前告林太太，惊因确定的来知影代志吼，唔知想短吼，想袂起啦吼。到尾啊，你敢知影外可怜呢？因要去洗手间咯，啊，一出出啦，咱爱围着火灯，水唔得袂溢出来，洗身躯紧个水较袂溢出來。林律师是叫我讲到脚连要下，连要下迄个遐个雨顶下面骨，要用双手去抱伊脚脚下过，你知影无？安尼风险的呢。所以咱讲，啊，所以手前因吼，拢顾到暗时吼，讲冻袂调，要哭，只是佫唔敢哭。迄魏廷玉、魏廷草因弟弟甲我讲，伊就是入啦吼。伊讲讲我迄个天小姐拢叫伊陪去外口，安尼哭我哭。把那个压抑在心中的那个悲哀，安尼头放出来。林勇律师是说，压这个是不是皆是咱台湾人欠伊足济呢？当伊无犯罪，为着要争取公义，安尼一个迄个人权日的迄个游行，尔讲你也做要造反。啊，你国民党你来台湾才久，哪唔敢要反攻大陆？啊，安尼生红胎噶，安尼老母。按阿妈棍抬到胸坎，抬13刀。各位，你若注射一刀，一针入去，搁一针出来，看偌痛。一刀入去嘛痛，一刀出来嘛痛。
13吨呢，乘以2，26次安尼来回。虽然讲这林义雄这个血案吼已经40吨，啊，咱讲73吨啊吼，拢是爱予咱这规个世代吼，各一摆来认办吼，嘛是讲转型正义一定爱做啦吼。要问下啊，邱进做立法委员了，第一要去调查这个阿斯克伊的档案。